我连自己嘅声音系啲咩我都唔知啊！教嗰套我都觉得唔好跟到啦。一浪又一浪嘅社会运动，令到我哋冇办法置身事外。我唔想忤逆我父母。我真系讲唔到啊！我跟得边套啫？为了将来生活可以无忧，做嘢做到冇晒自己的生活。圣经系教你要信服权柄啊！好多人谂住真理会企喺自己嗰边，但系其实冇乜人谂过要企喺真理嗰边咯。